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哈。那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是8822人哈，那比昨天的6000多哈，那成长的算比较多一点。那境外移入的是101名，落地裁检84名，居家检疫裁检17名。那死亡的个案有2名哈，那一名是从境外哈刚刚进来的哈，4月17号回国。好，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本土案例哈。那整体来讲，我们昨天的检验16个航班哈，那总共实际的人数是1003人哈，那阳性的人数哈是89人，那20%是8.88哈，进来这个检验的哈，相对的比例又稍微高起来哈，那还是从东南亚哈，算是相对的比较多一点。那这里要谢谢民航局哈，在这个哈桃园机场的一个配合。好，让这个在国门上我们能够守得顺利。好，这是今天早上是进来很少哈，只有39个人，好像第二次是没有的嘛哈，第二次是没有，现在早上进来的相对都比较少啊。那整体我们现在的累计的本土的病例很快哈，我们现在42844名哈，轻症无症状的哈是4272名，那整个比例轻症无症状的比例是99.69%，那中症的部分哈增加了14名，少免哈那减少一名，那减少一名是移到重症来哈，从中症哈转到重症，所以我们今天重症总共增加了3名。好，那刚才跟大家报告死亡有2名，那解隔的是27人，所以目前来讲，中症的是0.28%，好，那重症是0.03%。